表演的一个天分哦。那未来呢，就可以在我们整个庙会上面的绕境哦，可以一代传一代哦。那现在我们要到我们的庆赞红毯的，就是我们的观将手。曾将军，然后呢，青色的脸谱呢是水将军哦，就是呢代表呢我们的人哦不能作恶哦，要行善哦，不然呢在夜间走的时候呢也会制造呢我们的应该是说，然后说哦狼的手是一个孔哦，所以呢在我们呢观象手呢这样的一个奖惩罚恶是非常分明的之下，大家就会知道哦。那在他们的面前呢，所背的这个面包，它不是甜甜圈哦，那个我们叫姜公片哦。那以前呢，很多的长辈，包含现在哦，在他们整个绕境完成的时候，把这个姜公片拿回去给子孙哦，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健康哦。这个便当店哈，感谢由我们中正执事呢来经营这个那个养东店，那个便当店哦。手持清香，恭迎我们二圣会天上圣母妈祖娘娘圣驾莅临。在这边呢，也要祈求二圣会天上圣母妈祖娘娘能够来护佑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大家和睦安康，是否有为，平安顺利。
苦了，也谢谢我们交办会所有的好朋友们，感谢到我们二轮会的指示哦，谢谢。巨流神恩。